上啊，你要是能翻盘，他就嫁给你，行吗？可以。今天豪兄弟想跟女朋友求婚，我来给他支个招。待会儿直接把他叫过来，看咱俩打球就完了。这事交给我了，打这场球有用吗？这你还不相信我？啊，一会儿他过来看完以后，他绝对从此以后就爱上你，真的。打电话。你好，小姐姐，那个我今天想跟他打场比赛，就喊你来当裁判，你看行吗？啊，他说我俩单独打的话确实没啥意思啊，装你啥女朋友嘛，他想把你喊过来看看，是吧？